前高中的时候啊，那个中秋节、教师节，然后学生们其实最期待的是情人节，不管你有没有情人，就感觉到那一天的时候，同学们都会就是讨论，相互讨论，哎，你要送谁巧克力啊？你要干嘛干嘛的？所以在这个节日里面，最害怕就怎么样，就是一个人，然后所以一个人的情人节，这是两首歌啦，两首。我们部落弟弟他创作的歌，然后我们把它今天来做一个发表，然后把两首歌结合在一起，一首歌叫做《一个人》，一个首歌叫《情人节》，然后两个加在一起，一个人的情人节，好，大家就是有画面喽。那我们就掌声有请下一位。今天是3月14号，是我们分手的这一天。这一天，我将和你一起度过，而你一句话就结束了我们爱情。爱情。这里咬着槟榔，手里握着米酒，你问我为什么变这么多，我也好想问你为何不爱我，失去你我真的痛。这无人的夜晚，等着我爱的人出现，我会慢慢等，我会慢慢等，在这情人节的夜晚，等着我爱的人出现。这无人的夜晚，凌晨，我会慢慢的，我会慢慢的，在这无人的夜晚，等着我爱的人出现。我会慢慢的，我会慢慢的，在这情人的夜晚，等着我。等我一人走在这无人街道，心里好像少了一个人，寂寞像是成了我的朋友，我不想再过这种生活。情人节，谢谢。好的，因为我们刚刚这个情歌哈，一直这样唱唱唱唱唱，就是总是会那个怎么讲，触景伤情啊。说的是穿上制服就会触景伤情吗？然后我先访问一下那个我们最右边的那个 Kibo 同学 ，Kibo 同学，有，请问是几年几班？主修是主修。主修什么？你是综合高中还是普通科的？还是建筑科？艺术学校的。艺术学哦，那你穿的衣服要不要介绍一下？可是我今天穿的不是我的衣服，我今天穿花中，我今天当花中的学弟。好，花莲高中哦，很好，也是我的母校。那我们今天就是准备那个制服嘛，然后
毕竟已经离开那个制服有点遥远，然后就发现有些人穿不下一件制服，好残忍，所以我只好就借一下别人的。那我问一下学长，学长，为什么是学长？你看起来比较像学长，你背书，你背书包是要去哪里？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制服？你是几年几班？然后主修什么？我是东中，306班主修普通科。你那个徽章有什么意涵吗？因为这也是我同学的，这个好像是纠察队应该要有的标志。所以大家那个，如果大家还没有上过学校，然后有小朋友在，好，不要被我们误导，我们现在全部几乎都是不良少年的打扮。都没有一个是那个很认真穿的，哎，有了，你像有点小合格哦，没有，他的领带也是坏学生才会这样子。好，然后那个你们都换季的吗？哈、啊，你们都换季的短袖，但是今天的天气还是有点微凉，然后在这样的气氛底下听这些情歌，其实真正在那个漩涡里面的那些人，就是那个热泪是盈眶的，那个心里头是烫的，唱出来的声音算，唱出来的音乐算有点悲苦，但是其实。透过音乐也是一种疗愈过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要邀请的是冷天。嗨，大家好，我其实很少唱，在那个百灵六十里面，我很少唱那个中文歌，然后因为很喜欢这首歌，然后这也是百灵六十早期的那个中文创作，然后它叫冷天，然后它的意境就是非常的在一个就是比较低温的地方喝咖啡之类的那种感受，就有点像现在有一点冷冷那种感觉。对，然后就好像第一次唱中文歌呢，有点紧张啊。带给这首，带给大家这首歌《冷天》，谢谢。手伸进你所有的大衣口袋，像是你在我的身边陪伴，温暖的心，温柔的你，慢慢的回温这份感觉，在这冷天的好，我们谢谢这位那个女同学。女同学，你要讲一下为什么你要穿你男朋友的制服？这不是我男朋友的啦。那怎么穿男生的制服？因为我公的高工的制服被我妈丢掉了。因为这样子的穿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暗示啊！你是刚从男朋友家过来，对不对？有点啊，就还忘记穿制服裤的那种。啊，他
还是示范一种，就是那个高中的坏女孩，就是那个去男朋友家回来，然后就只好穿那个男朋友的制服。你们还有淋湿的过程，就在冷天，对不对？对，类似这种。那刚才以上的段落呢？这些歌曲大部分都是创，全部都是创作的歌，然后有把六十创作，也有一些是部落里面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创作。那个把六十除了一开始学主语歌，然后多多少少一开始创作也是创作中文歌之外呢，我们也是会去唱一些线上的，然后 KTV 或是你要去 KTV， 一定要来个几首在排行榜上面的一些歌曲。所以接下来两首歌，叫做《因为爱坦